And then. 谁敲我？有酒喝，干嘛不开？ 放哪里嘞？哎呦，哪能推？二，对，中午好。在这个死人时间，好吗？但是死人死的死人时间啊，这种奇妙的时间。 没上课，为什么没上课？上课那么好。嗯，那这个又要放，总之。长安安 ，Hello， 额外闪。 八，两六二，一，哦。原本啊，这款之前就玩过嘛，那但是想说。 就是我在挑卡牌，在挑说到底哪个适合，又挑挑挑说，哎，这组好像不错哦，我没什么肌肉，没肌肉了啦，已经很久没健身了，没有时间没有空，那一阵子开始连续开台，中午那种奇怪时间开台开始就没有在健身了，没有时间没有空。 就觉得很烦躁，没有肌肉了，肌肉再练下去要被抓去吃了。没事啊，我就是想说，反正挂着也是
不知道干嘛，不如开个台跟你们聊聊也好，让你们有点声音做其他事情。把健身融入直播，你说玩健身环了？我没有健身环，而且我的这个空间也没有空间可以玩健身环，比较尴尬一点。嗯，这一个又要放哪里？放啊，并没有放。哎，都满了。地方放，既然都玩游戏，那开台也没什么差别，可以聊天。对啊，就是，反正我一直开台嘛，啊，反正不知道干什么，就开着，也没差。又不是说要打什么人王之类的，而且我很好奇，我到底什么设定我的人王？为什么直播这么卡、啊？让我想到之前魔 GTA 的事情了，让我就是很不想玩。法术330，我是更好，不是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喂，安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真想说，这个盗贼超难练的，这血很薄。他就开台前想说无聊，就是几点开台前？10点多左右这边开始研究，就发现说哦。这样好像不错哎，反正这个怎么讲，看得懂，看得懂，看不懂就没关系，挂着聊。你画得很可爱，可不可以说怎么样画的？就画，拼了命就画，为了得到夸奖跟赞赏，你就画。没有啦，主要也是。之前是兴趣，才会想要画画。那现在怎么讲？以前画得很快乐，是因为觉得说哦，这是兴趣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开始变成类似专业吧，也不是专业，就是开始觉得意识到说自己画的图拿去跟别人比较的话。也不是说比你们这些不会画图的人厉害啊，就是说，当然是一定会去比较一些什么，一定都会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的感觉嘛，然后就至少比，对啊，就算你再怎么喜欢一个东西，你把它当成工作，你真的会觉得失去热忱。怎么讲？好，你今天喜欢吃马铃薯条好了，那你吃个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都没关系，那你吃个一个月，你一定会腻，会觉得很烦，觉得很恶心。就像我昨天早晚那个宵夜嘛，我就，开台有讲，我刚刚跟那个谁小光的台是哪里？然后我就说，我点了一包薯条，有那个路边摊的，因为它炸得很酥、很脆、很小，我的薯条整个变成饼干了。
那后来一气之下，我就到了早上，然后去吃早餐店的薯条，把它吃回来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像你们一直看台会看你一样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懂，我懂的。没有啦，要干我的，对不起，我的话，啊，现在补满了，对啦。理论上我应该是不会死，理论啊。好，过了一轮又武器拿了，等一下哦。嗯，我有闪避加成。嗯哼，我来讲一下，就是盗贼的话，我们这边会尽量挑的是闪避的鞋子，这样这个比较高嘛，可是它少一个词缀叫做额外闪避，所以我这个穿上去，我的闪避会降低，因为它是乘一个趴数上去的，就像风之谷嘛，有时候就是你前期就是叠固定数量。那这种趴数越多越好，你看我这边又一个闪避加成，那这个加闪避加成，这个闪避加成，所以如果把这换下去的话，我这个闪避加成会变超像打喷嚏。准备了，哦，哇！那现在挂这个是。就尽量打怪，打怪它会加上面这些材料，那这些材料的话可以让我们去做那个做装备，做、啊、可以建造房子跟扩建房的材料。跳舞好啊。然后等一下晚餐就到，不是晚餐啊，早餐对不对？对，早餐。哎，中午的中餐，睡醒的第一餐，睡到早上七点，做梦起床，然后剪片剪一剪就九点半了，九点半就打开这款游戏玩到现在。然后最我人王二发现我。感觉跟 PO 一样，就我这边天赋乱点、流派乱点什么之类的，这么乱按，就发现说有点玩不起啊，变得好烂、喔。然后昨天阿旺说那个骨小骨小骨头啊，他更新了，可是我不敢玩，因为我好不容易习惯。人王的那个闪避的按键，啊，姑姑的按键跟人王的闪避按键又有冲突到。然后如果又去习惯姑姑的话，你会变姑姑变得不会闪，再加上如果又一半一半的话，人王也会变得不会闪。谢云安安，谢云你好，你好啊。放哪里？没地方放了。估计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既然这边放满了，我们就只能等一个有个破坏地形的卡片出来才能改。然后我现在玩的关卡，现在上限是到30。哦，它是因为我那个营地原本是10啊，然后营地升建一些东西，它就是可以额外再加，不然原本能带10样东西，现在可以改到30样，所以可以挂着。话说这游戏也像是地层加卡牌，算啊，你没看到就是这些都是卡牌，你打怪会掉卡牌跟装备。那我这个盗贼，你看我打怪都不会掉的。我这个是我的营地，我只要经过营地，
我右下角这个包包就会，因为我打怪它是掉材料进包包，那我只要过营地，我就可能跟商人交易吧，就把东西全部换出来这样子。哦，还不错，比额外加成，额外加成，没有，嗯，就这个22%，然后3B7%，可是这个有点差。你看，明明已经都是那20几等的，突然来个19等的，闪避额外加成。给他取吧。那其他职业都是打怪会直接掉这个东西。目前有的职业是战士跟死灵法师。啊，死灵法师就是狂招骷髅。除非骷髅招满，他才会打怪。每次看到这封面，好像阿神，唉，不要提了。别提了，是对我的伤害。至少你不是说茶杯啊？那茶杯，咖啡色头发，红色眼睛，黄色衣服，蓝色裤子。我天哪，咖啡色啊，橘色头发。而且昨天有看到你在留言说很像阿神，然后就觉得，其实你讲这种话，我知道五星，可是你这样很不尊重实况。懂吗？就比如说你今天会画画，那你的徒弟说：“哦，你画的好像繁星哦。”你会觉得很开心吗？你可能会啦，可是你听久了你会觉得很烦，因为你会开始觉得说你就是在抄袭，还是什么那种感觉。那、啊、他就喜欢提啊，他昨天其实也都有出现过一次啊。我想说下舞台我们就轻松一点，用头提的。那、啊、如果你再不听的话，我就直接把你 ban 了。我就是这么凶，这么坏，这么悲啊。嗯，感觉这队可以不用了、欸。你说这个游戏你真的不行吗？你是说中间这些密密麻麻的吗？没有啊，没事啊，反正你就把这些都是怪而已，不要想那么恐怖，这些都是怪。只是我现在有点，因为现在这张地图其实正常来讲是其实是偏后期，其实新手不可能这么滑，就是这些怪都是相对应的东西啊。我现在几乎都是每走一格就遇到一次怪，所以我现在。走到这边会非常久，走到萤火那边会非常久。不是啊，凶是凶其次啊，你至少先跟人家讲规则嘛。啊，人家不看规则的话，啊，哪天我又上靠北实况？对不对？天哪，两天生一只野狼，啊，我要吃中餐了。所以现在我理论上我现在可以挂着，然后吃饭，跟你们聊天。因为我这个一体应该算是成型的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有，58，没有额外的。没有额外的23 23 59，哎呦呦呦呦呦，鞋子88 27，你看65
好烫。有频道的人真的要维持官腔。这两天我看到有的社群说话，结果直接，很多啊，有些人会故意被延上，然后他们是要求那个关注度、蹭热度还是什么的。啊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想要那样子啊，因为好烫好烫好烫，因为你那个一不小心，你要嘛就是直接红起来，要嘛就是你这辈子就只能淡出啊，就退出，或者是你要换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。试一下嘛，不是哦，怎么咬一口发现我要打卡片得到了？我现在要拿森林的卡片。哎呦，猪猪，你这边，你这边，这边还缺一个，红的安安。因为他现在这个，我现在不是在说我在挂材料嘛，但是我有几个材料挂不到，就是，你看到上面这些哦，通常最上面是材料，它下面是，哇，上面是大的物件，这种圈圈小就是小物件，啊，这种小物件你看右下角这里，它20个可以变成一个大物件，但是我这个的由来是要把这个做一个3。才能得到这个东西的大物件啊！但是我现在这个机体是牺牲掉这个去挂其他的，再被延上一次吧？对啊，所以你就是要把那个频道通通就是关掉、隐藏掉，还是怎样？但是就有人的做法就是，啊，你都不关啊，意思是说你换个身份重新开始啊，这样子，你只把频道名称换掉，这样子，但就有人这样做啊，结果他就不痛不痒，反正他的观众就是护航他，就觉得啊，这个脸皮怎么可以那么厚啊？那你还是平台吧，因为我现在如果吃东西要开什么，我还不知道开什么。那就是出门买喝的，然后准备吃东西，标题改一改，然后就回家准备开台。好啦，为了你，我等一下换游戏嘛。可是人王2的话。我要先解决掉开台会卡的问题。那天很想去捡个小精华，就是又懒懒，然后一直隔挡成功、反击成功那个，但捡出来发现是什么烂画质啊，那种感觉。对所有啊，反正没有额外闪避加成二级。一很烂哦，这个不错哦，闪避爆了，闪避爆炸啦，加还好，额外闪避加三级，找个放置挂机的游戏，我觉得这就是有点挂机了，我才会选这一款啊。我要开点点英雄吗？你们更看不懂，反正就是看到怪会自动死掉这样子而已的游戏。抱歉，敲掉，哦。
啊，继续挂。安平安安。啊，好烫哦！我天哪，那个不是吹一吹就好的，它是，就是那个什么铁板面，它面都割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不是吹一吹就好了，吹只是吹外表，它里面割起来的还是烫的。下午好，啊，有了，玩玩日麻。玩日麻，然后开电脑自动合，反正游戏就是人物会自动战斗，啊，它的点数、地图的怪跟地图上面的 buff， 你要自己去建造。那你看到我盖的外面这些森林、河流、山啊，都是增加角色 buff。那盖在道路上面，就是会有怪，会有一些人会来帮啊，或什么东西事件。那你踩过一些东西，也会得到材料，就这样而已。没有哦。啊，你放这个放不良呢、啊？我家的环境，你放下去，它只会干掉。好了，我的这个真的成型了，我可以乖乖吃饭，不要去动它。两次这样讲，但是手还是很真实的按下去。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吃面不喜欢吃饭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嚼。因为吃饭你要嚼一嚼嘛，米饭才会在胃里比较好消化。啊，如果吃面的话，我其实就是嚼个两口、两三口就吞下去。哎、欸、呀，好像不行了哦、喔！我再看，再扣血，血回不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场破营地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我们换个日马，夹起来甩甩谁啊？白痴哦！把这个调慢一点，可以。哦，好了，那这个我们在营地离开的话，就是可以把所有物资100%带走。对，啊，如果中途离开是带60%，如果死掉的话只能带30%。然后刚刚讲的嘛，那些材料就是我们可以建造这些东西。这干嘛？解锁冒险中的沿河的道路能力，只要在上面建造。哦。缺食物，那要分装。好了，反正就到这边吧。等一下、喔，那个关掉。来吧，打日麻喽。
怎么在这个画面？旦那様、今日も舞がお祓い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？欸，他每日是什么时候拿到啊？有创建房间、修罗、创建、添加电脑、开始，然后嘞，点自动名牌胡牌，不是啊，打日麻几人看得懂？不吃不碰，自动合，自动摸切，要自己选哦。嗯，这有用吗？他只是打第一张，对不对？白痴哦，没有用啊！我还是要走动啊，我还就变麻将了。我好梦想。混一色不行啦，这个不了面啦。啊，肠胃舞哦，没有手，那边自动不能点，哪一个啊？就这两个可以点啊，自动摸切不行而已吧，是吗？哭啊！等你吃橡胶果实，你要吃也是吃那个门门果实吧。有二十，哎，还好没吃。有六六。打碰啊，定牌啦，靠一，挂不了机啦，我后悔了啦。189789再个酒桶。189，189，等到昨天那位少女交给电脑打，直接段位分数六，什么六之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负六十一哦，好像六之一。请个助手，没钱啊！啊，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啊，九万了，好朋友，好朋友九万，你在哪里？你不是最爱来了吗？就过来哦。リーチです。あ、不对。ロンです。あ、有了。好险哦。叫什么？一杯口，忘了。训练布布或浅浅薯条，不可能哦，跟我抢面吃哦，白痴哦。薯条也很老了，
最近要找时间真的好好陪他，长时间都没有陪，没有时间陪他。有没有？哦，三色同志，我怎么讲一杯口啊？白痴哦！哎呀！根本不能吃嘛，白吃哦，吃不到饭啊！我要二十几秒可以想一下。好忙哦！我差点噎到。好，如果真的训练成功，我就不吃矿了，我直接拍薯条喂我吃东西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打错了！啊，打错了，我要留下来的。我开啦！吃饭的话，干脆直接开聊天室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吃饭。我刚刚就是挂机，那个挂机游戏我要开着，你们说不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反正也只是怎样怎样，反正你就很傲娇，反正痛了啦，我气死，没梦想了啦。明白了啦。我这时候就可以切了吧，自动和这样子。好，龙です。哦，可爱死了。然后有时候最近半夜都在等，在等那个闪闪或小关在开台玩日嘛，然后有缺就进去跟他们玩，没缺的话就是乖乖剪片子。啊，好悬哦！小 PG 牌。3, 6, 4, 5, 6。对。还有人想打吗？哇、wow ！七呀、啊，3, 3, 4, 4, 6, 6, 5, 6, 6, 3, 3, 4, 4, 5, 6, 6, 2, 3, 3, 4, 5, 6, 6。我、哦、打错了，白痴哦，不要了。玩台服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他有分吗？
リーチです。ロンです。爽啦，可以吃面啦。我就是指定打开下载来玩而已啊。应该是吧，因为跟团团他们还是有稍微玩过啊。怎么不玩血狙？啊，他们都要玩这个，我都氪金下去了。这样子吗？欸，自己找房间进来哦。然后想 ghost 的我的也欢迎啊，反正就这样，想玩的自己进来哦。欸，你是谁？Bingo 零。玩神来眼，你是说明星三缺一吗？有啊，他们都玩啊，而只是日麻也是有时候揪，有时候没揪啊。因为我忘记我之前好像雀姬也有玩，好，是你安安，还有人吗？欸，三次是什么？再等一个吧。安安，要玩的进来哦。好啦，到45分好不好，再等2分钟，没有人我们就开始吧。因为按这时间一些可能在上课的，在偷听台的，想玩玩不到。带头我也觉得那个什么，哦，红宝牌哦，那个我是明星三区就觉得很好笑，他只是我想氪金去买他的角色。我的干，顶多就买王彩华的吧。王彩华真的很值得买。讲话语音，我的干，因为之后他们比较少玩明星三缺一之后就移除掉了。可恶啊，你的雀魂进不去，要等你吗？要骑车了，各位拜拜，利恩拜拜。安安刚刚不小心睡了，我会讲日文啊，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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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人呢？我说我想赢，好，你想赢？很好啊，很好搞啊，但是我觉得这边的，你看这么香。他如果下巴再修小一点的话比较好看。到底小鱼是什么味道？人家我是无双啊，不然就是大小三元。天哪，哇，谢谢位牌，谢谢，有机会
档案课啊，都讲出来了，没关系啊，你们要看牌可以，反正就是你们这三个人，我最后一名我无所谓，反正谁第三名谁就给我加会员，好坏。最近有看到人家打日嘛，是说就是、跟观众那个差，然后输的要送订阅或是自己订阅这样。香喷喷呢，很可爱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三个宝牌哎，哇！好朋友，我的发财跟一万呢？对耶，文老头哎，我哥哥听成送订婚戒指，哥哥，哦、你刚刚送人，那你的可不可以看到我腹肌？那、啊、你去本专看啊。对啊，老头哎，好夸张哦，我从来没有玩过老头牌。尤其是亲老头，老头能杠吗？可以对不对？啊，算了，没差啦，那牌那么大。哇！哎、欸、呀，阿长帮我截图，拜托，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了。好扯哦，就喜欢玩那个什么修罗才有机会玩大牌。啊，干！哇！那也要碰到一万啊！剩几张？不可能啊！大家都玩断幺九的，不是吗？把一跟九放出来吧，各位。没错，有延迟哦。你们小心哦，一九是我的好朋友哦。子墨。你对我太好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要飞了。我没那塞呢，被他飞了。截个图，啊、哦，好爽哦！我要贴在兔窝、哦、隔壁兔窝的日麻交友地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哇！天哪，第一次。第一轮就飞了。中医局我可以剪精华了，我们再来玩。啊，我要贴给闪闪看。我跟他炫耀。
而且修罗场他是说写现实欸，他之后会关掉是不是？那也太难过了。我要干嘛？地下广告哦。本专有文可以发，要发什么文？来做小牌好了。你几乎是全带。话说繁星身高多高啊？172。什么牌？九。修罗到4月4号哦，那还够久哎。没事，还可以欢乐一下下。那小。说小哦，六啊！我还把六条打掉哦，哇！哦，六条不能留了，痛啦！装装什么？这次修罗到4月4号，等一下，怎么装？172啊，这是什么牌？有没有讲完没有玩的啊？等一下踢一踢，你们自己抢进来玩，也可以重复报名的，就拼手速嘛。啊，除非是很多人想玩，很多人想玩，但是然后再你们再慢慢排队进来玩。没有，刚刚就是太快，有人飞了嘛，所以就断腰慢慢玩啊。我们断腰慢慢玩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刚刚那么大的牌把人家飞了，哎，哎，我有梦想。嗯，杰云，拜拜。啊，我的梦想怎么回来了？完了，我不该吃的。那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当好人，我还承受伤害吧。刚刚好可爱哦、喔！看来夏家的梦想也是一样的。
我记得是不是可以调，就是至少要两番以上才能胡牌啊？我以前好像玩过这个规则，哎。没有，我要跟他抢梦想。哦，可以哦。对啊，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五指小鸡鸡牌的玩法，一直想不起来。那时候那个谁，闪闪还以为我骗他，我说我没有骗人啊，真的有这个玩法啊。然后就被当作说谎的小孩。你要抢什么？你说抢位置吗？没有啊，那个死人时不是死，那个中午时间。抱歉，最近一直看别人的台，看到都在提死人时间，因为他还喜欢骗人。哎、欸，他真的疑心病超重哎、欸，跟他很难相处呢、欸。因为他。他日麻真的学很快、欸，他已经学几天了而已。那时候第三天就觉得他哦，他已经会玩了哎、欸，好强哦、喔、这样子。最佳是啥牌？端妖九，就端妖九而已吧。弄啦，也、欸、没有啊。对啊。主要就是日麻的那个啊，变化性比较多啊。那你看台麻的话，就是一个屁股就搞天下啦、啊，也没碰到要碰男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哦对耶，他东哎，也不是哎，不是东，我在想什么？那个。你会玩吗？你是不是现在显示正厅啊？他在拼字摸是不是？我们误会他了，他在拼字摸。有人也扣着这个啊，我说要转账啦。那个二货三吧，哎、欸，三没了。真打二哦！啊，自摸要门清吗？不是吧？单骑不能自摸，我怎么记得可以？没有，至少不要输啊！八筒。哈，单骑没有意义哦。对不起，我就是我不喜欢打日麻，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在记牌那个啊币种。所以其实理论上，要三番之前的牌我都会玩，三番之后的牌我就跟白痴一样了。凡凡哥哥昨天玩麦快就时候杀了两只兔兔，你现在给我钱，我原谅你。然后杀兔子的代价多大吗？七，痛。玩不到了，只能海底跟杠上。
哦，对耶。其实当时蔡渣他们在推广日麻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一大堆观众也看不懂，那时候解释起来真的是很累。然后所以每次他们玩，每次都在开台解释。那可是最近也是很多人在开台玩开台解释的。干嘛？规则太多。对啊，就是也不是说规则，就是要记的东西太多，但是它就只是一个，就是只是一个模而已。你那个模里面要倒什么材料都是你。对啊，就是你先去至少知道哪些牌可以胡嘛。啊，你玩久了你也就是会，我也是这样子跟放火的观众讲，因为放火昨天也在玩，然后有观众说怎么玩怎么玩。然后放我一次噼里啪讲一大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讲太多了，吸收不良啊，你就直接先去记段幺九，先把一番二番的先记下来就好了。我觉得我是唬不了了、欸。没热，你都看别人打就会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学会断幺九就会玩了哎、欸，至少就是会断幺九，然后跟碰、躺风跟自风就好了，再就是中发白碰一碰，你就可以玩。对不对？我这样教法没错吧？那天放火的观众那边说什么？说什么我在讲什么？他听不懂。我说啊，你就去记牌种啊，你至少会玩台麻吧？我看他打，我感觉快会一半了。对啊，反正就是你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你要嘛就是。全部都一样的，这样全部都一万嘛，啊，这样子牌定很大，啊，就全部都是一个东西的牌就很大。那再來就是有个东西叫一杯口，就是比如说，我这边有，这样，两个一万，两个二万，两个三万，这叫一杯口。然后二杯口就是两个一万，两个二万，两个三万嘛。然后两个五桶，两个六桶，两个七桶，就是那个顺下去的。啊，这就是另外一个牌型，所以。当你如果没记牌型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手上的牌其实很大，那就你看不懂，统统打掉的感觉。不懂，没办法、啊，反正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游戏啊，它就是桌游模拟器啊。只是这个桌游跟你们想的桌游不太一样而已啊。要留局了啦，听不到牌啦，哎呀啦，我给钱了啦，要过啦，打掉啦，好啦，要给钱了，哭啊！感觉会留局，我会留局啊，我一定留局。就是边讲解边打来，没办法专心，没有五通，二万了，要过。哇哦，酷欸，无意欸，酷欸。好啦，自摸，来个五或九吧，没有九了。耶、yeah, ，这一场只赔了1000块，可以，贵哦，不是赔1000块，我在想说。不要，他们一定会打掉。那我打这个，
这两个确定送给你亚萨，哭啊！我就知道。不能立啊！哦，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手上的东西都没有吃跟碰啊，但是听牌的话就可以立，立直就有一番，你就可以等赢钱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这牌七对子，我没有想要七对子，七对子太难凑，干脆碰碰五比较快。一二三四，打什么都不对。拜托，干个六万！哦，西风哭啊，他被跳过了，他很难过。碰，没有，对不起，喊那么大声。有石门清，但局数太后面也不能立。是啊，要落后多少局才不足？对啊，我以前就喜欢拼七对子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 摸到对子。然后那时候鱼竿就跟我讲说：“哎，凡希，我说哈，你与其要七对子，你不如……”碰碰，我、啊、靠！要发财打光了、哦，你不玩碰碰五？我说啊，因为他碰碰五可以碰别人，那、啊、七对子要自己摸。与其这样，你碰别人比较快。对啊，酷欸，我都没人打过。来啦，如果来个阿杠啦，完了。完了，我乱玩了，我在乱玩了，我在乱玩了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小光了，我冲动了，啊碰啦！就是你前期看你要蹲低一点还是怎样，前期一有的话马上碰下去。对啊，啊这个就只能当眼，我的天。哦，一发没了。我要自摸发财咯。四张宝牌哟、喔，四张宝牌哟、喔，我自己杠出来的哦、喔。什么？清一色？自摸哦、喔？哦，不是哦、喔，不是自摸，是这样吗？啊！哎、欸，你杠屁哟、喔！你杠屁哟、喔！哎、欸，你是在杠屁哟、喔！啊！好啦，不能怪他啦。我很难过、喔、啊！二三四吃啦！
你们逼我的。六七一，啊！我不开听这个的，白痴哦。这牌还不错，有吗？这牌是什么？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我少一个二三四啊！我要玩什么？啊，白痴应该打这个的啊，白痴啊！想太久，刚脑袋打结。啊啊！对不起。只能自摸东风啊！对，为什么我现在只能自摸东风？好啦，自己摸啦，自己摸。自动。刚打了五条。哎、欸，对，我那天也不懂为什么我那时候明明可以听个六万，为什么六万不能？我知道正听啊，靠腰我也知道正听。哎、欸，干最最，我昨天找你打那个逢魔，你怎么不在？哦，对啊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想搞清楚正厅是什么，我突然忘记而已。好啦，正厅和到有真的牌子，对了吧？你知道我难过吗？好了。自动放枪按下去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干嘛？干，好贵哦！我来，我换牌嘛，我换，我转，我现在转来得及了吧？耶、yeah, ！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七四。耶、yeah! ！好爽哦、喔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还剩100块。聊天室有人要玩没在这边的吗？哦，这个汤好咸哦！对啊，商家剩100块啊！啊，你刚刚是谁直接被 A 啦？第一局，啊，他钱回来了。哦，对啊，100不能立值，要没有1000块，你可以。我那只要踢一踢啊，你们再抢进来哦，好吗？我等一下把你们踢掉啊、哦！哦，你们好乖哦，我的天啊！我重开一个，这样你的 IP 就不一样了。来准备了哦。有人场，房间，来吧，有0756，
看你们好快哦，好屌哦，而且都是猫哎。欢迎 Ghost 哦，反正我就只是开个房间让你们三个厮杀而已。懂吗？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，我也为此而来，哭啊！辛苦你了，你的节目效果做到很足，就缺你一个人，没了，就缺你这种人才。来个七条吧，新的牌有包含自己哦，喷门精力池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大鸡鸡，我鸡鸡比较小，没有啊，现在比较小。不过怕太大的，你想干嘛？你的发财在我手上哦，你注意一点。所以请自我介绍，314是谁？忘了谁是谁？加藤林乃是谁？你在聊天室打出你们自己的游戏 ID。你是314哦，正听叫台麻的过水，日麻的过水，但台麻过水是可以糊的，不是吗？你说这个哦，可以跟繁星一起打麻将吗？有啊，刚刚有开放给你们进来玩啊。哎，我飞了，你们就结束这一轮哦。那个忘了谁？你想结束这一轮吗？快飞了我！我感到被羞辱了。哭啊！负1000人结束了。等我一下，游戏傻了，要飞了，我飞了啊，飞了啊，飞了、啊！三岸课业，哎、欸、，W 不要打超过啊，管理员只有我一个啊。如果你想在聊天室打字的话，好了，是你们不想跟我玩的，不是我不想跟你们玩。OK， 我重新开始。还要抢房间咯，没有，上一局比较快吧，上一局才两个人胡了他就掰了，欸，第一轮啊，530-51，你超越我了，我哪有超越你啊，都是新的 ，Hello Hello。
他们不想跟我玩，没事，不要道歉，游戏就是这样子的。看，看他们回到了，好。身上没回我，火速太强了，他吓一跳了，火速不够快，没事啦。这是什么任意虐台柱的情况来？没有啊，还是谁卡住了？这个只是，我就说了嘛，我只是开个一个名额让你们打一个 3.5 人麻将。我还在吃中餐呢、啊，我汤快喝完。因为至少你们打的时候有思考时间，然后打跟电脑打，电脑直接砰砰砰砰砰。我就是那个 0.5 人啊。哦，你也是为了角色抽吗？不然我觉得你好，你感觉不太像是。很强的人啊，对不起。我不然不打就不错。啊！嘣！啊、白痴哦、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乱编人啊！国士无双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也他两个合过国士无双哎、欸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！哇，哎，看个各自而已，小气鬼，这样就唬我了。哎，什么都没有哦，你是刚创的耶！哇，你是为了谁玩？想远了，可能三码，也是呢。算了啦，打台码啦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终止了、欸，没事，来吧，就是我跟你的死搭了。
刘局吗？Excuse me， 白板在谁手上？阿长，拜拜。海底捞月吗？我要海底捞月了吗？你是故意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补血了，谢谢你。你是谁啊？这位送牌的是哪位啊？人家第一场就献给你了，我不开心啊！我还是希望他能赢我啊！你要的都没有，大家这有手机版哦。没事，我刚刚是清一色。好掉。第一季。你敢会伤寒？你会不会太夸张？清一色在梦中了，不会啦，我是曾经清一色海底捞月的人呢、欸，不是海底捞月啊，顶上开花的人呢、欸。我至少曾经领上过。三旬粒子，拜托、喔，那天跟干爹他们玩 double 力呢。有啦，至少我们活过了第一晚。十三不会太难哦，是哦，这已经够夸张了的嘞。爱冰山。摸啦！ツモです。よかった。名此雀魂麻将。指定上可以找到、哦、手机也有哦。你的对家要没了，我相信他会把血给补起来的。但我一直输啦，没事啦，我到哪有人场？大飞了吗？我、哦、还好，吓死我了。刚闪闪回我，他一直输。一气贯通，我的天哪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哇哦！哎，那个，我的那个兔兔，你不要难过，你的运气不好，遇到这两个人。对啊，而且三巡就门那个例子哎。你平时都在做好事哦，是在问号。所以这个兔兔是谁？兔兔有在聊天室吗？白痴，一定有啊！兔兔你是谁？可以 ID 跟我说一下吗？
你可以打说你是兔兔，或是你是洛奇，或是你是奇兔。哦，你是啊、哦，你乖乖乖乖乖，我给你一个扳手，来，我给你扳手，给你到棺材前的扳手。你等一下拿扳手去敲这两个人。你乖哦，这是给你的，给你的特权。你看 ，W 太多了啦，要这么凶吗？没有啊。你看，就是我常跟闪闪说的啊，你打不赢，然后你输牌要怎么办？拿牌子去打人。我们不是用牌子在理牌，我们是用那个扳手在理牌。欸，你真的很会立直呢，你立了三场了，欸，要说立了三局了，欸，立直棒打人，立直棒拿打了死人啊。哎，欸，对，我的粒子棒怎么变这个了？我的粒子棒不是一条鱼吗？我等一下出去改一下我的粒子棒。感谢郑小月的心。哎，欸，你是不是对你有印象呢？感谢郑小月的新会员，有兴趣加入 FB？ 不是 FB。有兴趣加入赖群或 DC 群，可以私讯粉专，会拉你进赖群哦。哎，对耶，我好久没登粉专了，对不起。直接换个人档案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粉专。他在补血了，嗯，对啊，我就记得你有订阅过啊，我对你 ID 有印象啊，抱歉啊，这个就当作是那个按服务业的欢迎光临的流程。请问有会员吗？请问有购物袋吗？请问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看一下，喔，有没有新的会员？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太会看粉专。你们怎么都回来啦？啊，真的真的。繁星健身菜单是用节食法还是高蛋白食物？高蛋白，高蛋白。那总会有人粉专问我这个问题啊？等一下，我在看粉专的东西。上礼拜成为 YT 会员，然后再去跟水里说一句。哼。水里在哪里？有金灰岩。啊，你快死了！
哎、欸，对我少个七哦。好，迪路，拜拜。哇，你杠到自己的宝牌哎、欸！哇，好大哦、喔！要把有我准备要丢了，痛了，自摸了啊！没有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！没有啊，我只是在跟水里聊聊那个本专的东西。G です。他真的是新手吗？我觉得他还骗我、哦。你真的是新手吗？好险他自己有破一发哟，还是其实你是会打雀姬的，不是天风。对啊，人家搞不好平时都用左手在打，今天换右手打这样子，让人家以为他左撇子，殊不知他是右撇子这样子。我都好痒。感谢三位，感谢感谢。打错三张一鸟，没办法哦，我很难过、哦。你们都好乖哦。碰见，碰见，鸟就比较多嘛。冰山，是冰山。看到没有，人家确实哦。摸不到七对子，七对子太难了啦，要自己摸进来耶。我真的不喜欢，自从那时候被鱼竿嫌说七对子有多烂多烂之后，就再也不玩七对子。啊，对，我和荔枝棒耶，对耶。我先播广告，荔枝棒，我忘了荔枝棒这个东西，我的天哪。啊！怎么筒子给完之后又摸筒子啦？哎呀，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也是刚换的，嘿嘿！天啊！嗯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日马很菜，没事啦。我也很菜啊，我也没有说很强啊。刚刚那些，就只是比新手好一点而已。真的要去排队了，你要排什么？
哦，没事啊，反正等一下就只是拼手速啊，只要看到眼熟的我先踢掉嘛。你可以中间给别人，反正别人一定会断腰。不如说国术武装。有啊，我知道啊，我曾经想这样，可是没有啊。每次小玉想给我国术武装，当时我就没有把握到啊。来跟你打人嘛，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你来啊。碰手的碰。哟，怪兽，控制不得掉。那天小鱼不是更屌吗？丢了三桶给别人，两桶给别人，让人家就是什么，直接 double 力气。那天小鱼国师武装就真的吓到我了、啊。啊！哭啊！哭啊！哦，我一大早是直接喝了那个魔爪，就提神饮料，然后就直接剪片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魔爪啦，没用。通常国师很容易发现，因为排合会很奇怪。对啊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再不说的话，我要离开排间了哦、喔。没有啦。哎，对啊，我也可以这样离开，然后再开一个新的，给你们三个厮杀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打的没有19牌。不会啊，其实很少去看别人排、欸。看，就像他听国师武装，但他碰了三，他自摸了大三条，没有啦，碰手雷碰。我是到底是谁是谁？我是到底谁是谁？哎，安安，为了跟我玩，其实玩的机会很大。你也可以跟闪闪、小光他们都有机会撞到。他们都是打那个，目前都是打排分的，不是排分啊，爬分段位赛。他们拼了命的在那边爬分，我看了也是觉得哇。之前玩雀姬，我也记得我之前雀姬这种账号啊，我一直把这两个游戏搞错、欸。去吧，梦想。人王打到一半被小光抓走，不是，那时候我也是要吃那个哦，吃宵夜哦。哼，不该吃的对不对？王不该吃的、欸，我没摸到，我辜负了你们。哎、欸，五六四。
你有三个账号，没仪器就可惜啊。不然你要把四是多少？四七打掉，然后再去听其他的盘。混一色。爱猎魂，应该有仪器，仪器不就是一到九吗？还是说一到九中间不能？哎呦，24K 耶，哇！对啊，应该有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。这就是没有再记忆排行，看一下哦。语音其他查看一种仪器是多少啊？仪器是两番吗？仪器贯通，一二三四五有啊，有顺子啊，然后再加这个。是有就行，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可惜要顺啊，对啊，我刚刚的牌跟教主人像，但我没人好，没人打给我，摸到二二的。跟他们一起。这要我怎么选？我碰给我摸牌，三色同顺不行啦，上啦，上啦，啊，对耶，我刚刚在想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刚在发呆。不知道打掉，小心四杠，杠就杠啊！我怕他，又不是被杠过，难过死了。我就跟他杠啊！刚刚就被四杠哦，难过死了！我的七条宝牌，四张哎，还是三张？冰沙，你要飞了！冰沙，你要飞了！那时候打实体麻将，我最怕就是那个啊，震听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没有提示你啊。啊，之前打实体麻将，我就震听炸胡了，不炸胡对，就震听了三次吧，打五次麻将震听三次这件事情，
因为当时就是刚摸，就很害怕，不太敢去再深入进去。每次他们就是三个人缺一个找我，都说哈，那就是尽量都不要去吃碰这样子。就安稳的打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打实体麻将我其实很容易心悸，就会很紧张，因为曾经就发生过很多什么，比如说哎你正厅你炸胡什么之类，就开始就变得很紧张啊。人家都会说为什么会正厅，去研究去了解去讨论啊，我就是会碰到，就是会吓到紧张，然后就开始狂冒手汗什么的。对啊，实体就是真的要真的比较那种专业的。哇！哇哈哈哈！哇！我们逆向操作。没有啊。只是玩玩没有钱的成分是吗？就是我都玩分数的，没有在赌钱啊。赌钱我不知道啦，因为跟鱼干他们玩都没有赌过钱啊。可是听小鱼他们玩都是在玩赌钱的，我也是吓到。我是不是吃错了？我打错了啊！哈哈，有味啊！哎，我能不能讲话再玩这个？哎，而且我真的最近我的眼睛看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吃力。我可以把四条看成八条，就是我突然中间会糊掉。对啊，不该吃的，我后悔了。不要，再吃下去就没意义了。十四岁的你表示无言，为什么无言？哦，你说没有钱吗？没事啦，其实玩游戏就本来就不该赌博的啊，不然德州扑克啊，还是什么东西都是游戏拿来赌，这样才有刺激感什么之类的。从一张打过之后会正听，对啊，就是我在这过程中正听，可是我转牌之后就没正听，可是要怎么知道你转过牌了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就是卡在脑回线，就是卡在那边，我想说到底为什么，我真的搞不清楚什么之类的啊。他们也是解释给我听，但是我那时候真的脑袋是打结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读个小段19吧，只能这样子啦。痛，没有。我超少的时候看懂了。哇塞！哎，为什么他国士无双没有咚咚咚咚？我记得以前有啊。哦，白痴，我设定到2了啦。一定来啊！先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哦。好，接
剑，放剑。怎么回事？你放枪了？你被国士无双了？狗狗，我是看到梦想，我已经看了三次了吧？你是不是该谢？哎，没有，我不是我给你拍的。你不觉得很棒吗？玩修罗场，梦想就会来。啊，这局没梦，没梦啊！啊，这个我记得，我等一下改一下牌的颜色，这太黄了，有点太淡了。耶、yeah ！刚刚好像没有三面厅，三面厅又是什么？没注意盒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。然后昨天也跟前几天要跟酱油说刻了啦，很香哎，哈，我不要什么之类的，没有钱，而且还不是刻下去了，香爆，好难挤哦，你个乖乖的，我是十三面厅，他应该有一个眼不是吗？吃啦。哪次不吃？记得。刚刚是听缺的那一张，对啊，他刚刚是有什么？对啊，他就那边爽啊，然后抽到。就在 DC 炫耀，哎、欸，我抽到两只角色、欸，哎，什么之类的，我是不是早叫你抽了？真心排不到，没有，因为几点啊，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刚打开，我们也是排了，等了最后一个人等了四分钟，我想混啊！啊，如果你不讲话，哦。狗狗，狗狗，你都没在玩有人场的哎，狗狗。G です。嘣。绿色没机会，对啊，没办法哦。所以这只狗是讲人话还是会汪汪叫？狗狗是确实哎，第一次有人场献给了我，很多人都献给了我啊。天哪，我喜欢看这个哎，可以让自己的嘴巴张开一下下。再看看我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吗？啊，可是啊，这不，我听到他讲话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也第一吗？哦，第二，欸，这不是也第一吗？对不对？
哦，自摸还好啦，这个自摸钱很少，因为剩一个人了。哇，这会不会把我的……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很怕我的领上被取代掉，我觉得领上比较好看。我是觉得领上比较好看，可是他没有写领上开花，还是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我们要梦了吗？我觉得是算了啦，不可能啦。对呀、啊，要门禁。对呀、啊，我不能，没办法，除非我自摸。可是觉得刚刚剩下的牌太少了，不敢。希望拜拜，需要努力，直接拜拜啦。希望香水，难，不可能啦，还差那么多，又不像那是小光。然后九面什么九面什么听的，然后就按太快，把它按掉。哎，又可以了吗？又可以了吗？我把它打掉，又可以了。不行了。欸、有机会还是可以。你碰爽没？没有啦。哦，九种九牌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那个兔兔在吗？我怕我忘记把你的那个反手拔掉。感谢你跟我玩过游戏啊，找不到你了。啊、oh! ！我先把你拔掉，感谢你。我他就那时候按错啊，然后三人那时候更好笑，他要杠，就没有杠到，他按出打牌，直接马上干。这狗狗讲话好憨厚哦哦，它是柴犬。而且你就是要旺啊，怎么会碰？对啊，很厚哎、欸，碰，干、啊，完蛋了，在乱玩了。悠悠，拔掉了，拔掉了，感谢你哦，路上小心。是不是没救了？东发白，白板在这边，东跟发，哦，没事。哦，我应该打另外一个。
还有欸，零分。ランです。对不起哦。紫雀，我合体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やれやれ、ちょっとだけ。差100块。こうなっちまったぜ。さすが俺だな。我要换一下，动一下哦。聊色，服装，哦，这个，这太黄了。嗯，我想要背景，不要再抽了啊。有人场，创建，创建。596，太快了吧。啊，亚乐总又是你，你们要小心他哦。你请你们攻击这位，他就是，欸，你那时候是 double lead 的对不对？那天在 double lead 的就是他，请攻击他，这是我们的头号敌人，你们的上下家。这是很难呐，啊，氪金使我快乐，氪不到使我难过，欸，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？啊，好烂哦。来热身一下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排，如果玩段位赛的话，就是拍不到，你就要跟路人打这样子。刷了碰，他忘记讲谢谢教我让我当一下板手，不会啦，最近偶尔中午下午要断腰断啊，等下通通打掉。他每次牌都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跟小鱼丸也是，他的牌都很好，明明都有在四处乱位。完了，我到底在玩什么？丢掉。丢掉。怎么有人听东风？哎，欸，银之间很难打，我也不喜欢去打那种东西啊。那种失落感太重，会走心。天哪，你够了！你好恐怖哦！没有啦，讲讲的啦。你可以再恐怖一点，吓死他们，最好让他们不敢再来玩这款游戏。而且用手机是不是打字会比较慢一点，很难记，所以就等，要么晚上如果不知道开什么再来玩日嘛，跟你们玩啊。然后就能说我晚上上班，酷哦，酷欸。抱歉，刚刚国事不会啊，很漂亮。反正你没有赢我嘛，不是吧？
反正我不是最熟嘛，不是没赢过。亚乐，你在听什么牌？不太喜欢打三码，可是三码牌很大哎、欸。你看，他就喜欢这样欺负我。三关也打过啦、啊，ノテンです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，应该留下来的，我要给钱了啦。2000而已，不多哦，总共12000哎、欸，总共12000不多吗？来混起来，我才不要清了，我要混，我要混。请击飞我吧，让我们结束这一轮吧。太夸张了吧你们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就常遇到啊。啊，他就很强啊，他真的很强啊！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曾经，哎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死哦！哇，估计是他死了，没有啦，打掉了。我们两个人好寂寞、喔、那个介绍一下你自己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两个自己凑我们想要玩的牌。好孤单哦、喔、那怎么办？好啦，梦想啦，给你。你是 O 什么的哦？对啊，两人麻将还不知道他们底牌是什么、欸，好难过、喔。要、欸、听什么啦？哦，这里一个。我来玩大一点好不好？
放。是不是在其他人手上啊？没了。七，七在他手上，然后这边再一张。不会难过啦，我不是最后一名。满贯。欸，我是最后一瓶，等一下我错了，对不起。Hello， 旺旺，不难过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。我总共看到了国士无双跟 Double 力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嗯，不会啊，又没有，又不在爬分，不会难过啦。哎，九七九七九七，我是有希望。前面有国士哦，有啊，有哎，前排这边有个国士武装。还想看什么？我想看大三元跟大四喜，这是真的很难的。我扣住发财了，没办法、啊，我也听发财呀、啊，我也想发财呀、啊。发三元下一场就会有了，不要，我这一场就看到，已经两个红中在场上了，我要看到大三元。大三元不难，又不难了哦。一壶截胡就不要打台马、啊，打日马。八十，有人要吗？对子四杠上家听了，我也觉得他听了、欸，哎，不是觉得啦，废话、啊，就剩一张哦、喔。你不会听字牌吧？还没看到发财，不是靠在你手上啊？雅乐，雅乐，我就快死了，雅乐。我最后一名了啦！你要什么牌？我喂你。
赶快打开聊天室。上家这个没哎、欸，对耶，他拼字摸吧，海底捞月来了，我们慢慢挑，我们来慢慢挑看选看。你是叫我打发还是留着发？没事的，不要输牌就好了、啊，不是吗？自摸也没意，海底捞有吧？我也没意，我现在没有啊。我的，如果现在来三张发的话，我就有意了。不可能啊！好啦，给你1000块了，好不好？快点，我还有发财的机会。没有了，发财在谁手上、啊、还有扣大扣这么久。脳天です。蛮搞笑的欸。我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啊，所以汪汪你学的怎样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至少会玩日麻了，而不是都只是断腰什么之类的，一杯口，然后混老头、清一色、自己色那些，你都懂吗？他其实只有打在聊天室，他是谁？哦，对耶。哦，那个宝可梦，白痴哦！我以为你叫我打发，我就真的想说好，我就不打、啊。对不起，应该给你。你碰爽了没？啊啊！其实还没有很懂，记牌型啊，赶快去记一记就好了。你是要胖胖虎吗？赶快！你先就是记，每天你记一番嘛。你今天就记一番，明天记二番啊。你就是一个礼拜就记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都没摸到牌啊？六七八九，我的天！你是不是很针对我啊？你说。明明四筒还有那么多的机会，你不闹，你弄我。对啊，你就是多跟小光他们玩啊，不要跟酱油玩呐、啊。酱油其实也不会教，就只是打他自己的，他也没有在教你玩啊。断腰碰碰七对四杠清一色青老头，青老头跟混老头差不多啊，混一色也差不多啊，就只是你的这一像我这个就是混一色啊，清一色就是到底嘛，啊混一色就是混的东西进去啊。你两张四筒不回，你可以转啊，你把四筒给打掉啊。你看，这就是混一色嘛，其中留两张北，不啦，三是在里面，像我这也是混一色。
私もしかして1位？唱见房间，房间出广告。要字牌不是吗？就是任何字啊，到底谁是谁？你要不要位置给其他人？我先把你踢了，抱歉，因为感觉有很多人在等。好，没看过的，就慢慢打就进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进来了啊，这样子，不好意思哦。制作大牌如九宝莲灯，是干嘛好靠腰？不然你也可以先从大牌击到小牌啊。给个机会啊，有啦，机会都有在给啊。我很努力在给你们机会，他们也愿意让位啊。也不是说不要跟酱油打了，在讲什么？就是酱油不太会教。那时候一开始他教小光怎么教啊，有吃就吃，有碰就碰。我说，哈，你在教什么？所以那时候就说，小光你过来，我教你，不要跟酱油学。然后就自己有吃有吃他不吃，有碰他不碰那样子。我的脸就是这样子啊，怎么跟你讲的不一样？我真是一脸错愕的脸。冰山用手机，你还抢得进来哦？那你很强呢。嗯，怎么眼睛没了？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我是不能看聊天室打字，看一看看到我的牌都不见了。先认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刚为什么东流者没有意啊？他不能做眼呢、啊？还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幺九不能这样当眼？哦，总记得可以，好吧，我又重新认识了日麻。哦，当不是，我以为当眼可以，所以我当时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子大胡吧。四牌要三张才算牌。好的，我会重新好好的学日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完全都没玩，我的运气不是很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再一场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我眼睛好痛，现在眼睛比较干。我也没碰段位啊，我觉得就是碰段位会有那种分数扣分那种东西，会让我玩到很走心，所以不想
差点自没。对啊，反正我最近还是会开始玩逆马，反正玩都开始氪金了，就想说就玩吧。但是不爬段位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钱？没有钱就不能买衣服给他们，对不对？連敗です。有钱还比你多哎，没有，对不起。跟你一样钱呢，好爽哦！梦想，梦想，梦想！五对了。痛！棒ですよ。リーチです。有了！多爱护小鸡鸡了，等于。终于出现了啊，汪汪，这个就是一杯口嘛，你应该也知道啊。至少不是两班了。哎，七对子没有一杯口吧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我记得七对子没一杯口哦，那个讲一杯口的。我突然想说，不对，我之前 也是有做过一杯口的鸡背子，但是被鱼竿念过一次。因为如果七杯十七杯口了，七对子算一杯口太凶了。我靠！好啦，反正我只有两番而已嘛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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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七对啊，我只有两班呢，你们这样欺负我。早知道玩碰碰虎了，碰碰虎还比较爽，我再碰个白板。结果他们都扣着白板，两张白板在这边或这边。欸两班放了两枪，哈哈！好痛哦！哦，三番对立子。感谢订阅。你看啊，就这个，这就是自封，自己的封。好啦，这一局我就梦嘛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好难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四个头啦，四。
啊，好朋友嘞，怎么不来了？太好了吧，你们的邻居咧，我很想他们。哎、欸、错了啦，在隔壁一点点，我睡可以吃啊。哇、哦、有了。最后一张没有吧？还差两张啊！哦，你说再来一张听哦。没了，没机会了。哦，一个八条白痴，怎么躲在这边？没机会了。攻在他手上，你把我朋友绑架了。好痛哦。没事，看到没有？有梦不一定最美。啊，是我。不打梦想的还是会打，好玩而已啊。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别人那么容易都胡国四无双。就跟做梦一样。啊，不该啊！二三十。我知道啊，日风。场风，哎、欸，这样我算场风还是风？哦，都算哦，难怪说两番。你好爱按表情哦。Long this. 我要按。好累哦。Long this. 他飞了啦。你好凶哦！用八八，待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。八七。よろしければ。好啦，感谢啦，那个最后一场，啊，一样就是先让没玩过的进来哦。创建加入。加入创建，
超大啊，都喜欢飞人。哎，忘了你也抢太快了吧？哎，怎么跑掉了？我才想看你的。啊，怎么又是你们？再让一下，再让一下，班友要哭了。抱歉哦，抱歉哦。好，这个没看过。哎，你也看过了，你走开。好了，哦，好香哦。我差点举报你。哎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天哪，我电脑终于修好了，恭喜。这个是不是？还是那是结婚的哎、欸。今天要不要东西大？看状况。白痴，我差点。欸、不是啊，给我不要干嘛？啊，我要干嘛？我现在很错乱。对啊，这是河对不对？我想要。哎，我也想要。哎呦，刚刚那个推荐牌在那边乱推，气死！蹦！完了，我要一直看他了，我不走了，我让他自动动合牌。现在没活动了，我知道，我很难过。我小鱼不要一直敲啦，那开台。G です。Don。我有 DC 吗？有啊，你去粉专那个啊，赖，你如果有在赖群里面，你看得到那个啊 ，DC 群的那个啊，名字啊，你应该看得到 DC 群的连结还是什么的啊，嗡嗡。哭啊！我也想逃啊！我不用逃了，我要跟他厮杀，我要逃什么？对啊，记事本里有啊。如果你在 DC 群的话，不是赖群的话。好啊，恭喜你才拿我2000块。本一ドラニ会讲话耶、欸啊、好香哦，你输的我好舒服哦。他给我的牌好香，我都不打掉了。不行，我怎么打掉？
记。你的 M 魂觉醒什么 M 魂啊？它就很，它很香，你不觉得吗？不是说它香，又不是说想被它踩什么之类的。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给闪闪看，闪闪就觉得香爆，好不好？碰啦！我以为不会碰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碰欸。啊！可能是太想看他了吧。哇！对啊，碰了之后要开始拆牌了，而且这也没有用了啊，打个。七太难摸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忘记顾虑到他的感受了。嗯。他可能真的是不需要这一张了，感觉他在听，听什么？哎，我要给1000块了啦！香香的儿，嗯，为什么有人可以带球在麻将桌上？啊？他怎么可以把球带到麻将桌上来玩？其实可以碰的哎、欸。我是不能碰了，我刚该碰的哈，碰掉打掉这个啊。
哎、欸，对，白痴哦、喔，啊，佳佳也带球，他藏得很好啊，这个球已经快掉下来了呢。我喜欢这颗球，不喜欢这颗球。再看一次，他没机会看到他。谢谢你在观台前让我看到你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他了。来，哇，我要打开看啊。能不能放大？结束了，我们看不到他了。哦、还有一次啊、哦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在好险什么？知道我要怎么做了吗？我才不要嘞！我已经被摧残过了，我才不会再一次被你们伤害的。还想伤害我啊？我当然不要国士啦，神经病哦！哎、欸，最最半夜在那边打齐藤立三，我打不过哎、欸。是他一个是一个直接面对齐藤立三第三章的，打不过他哎、欸。我昨天打了两天吧，总共耗时三个多小时，就是打不过。哎呦，有点凶哦。要不要凑嘞？要打掉了。龙，龙，哈哈。这好大了哦，六万三了。碰啦！碰啦！杠啦！摸啦！
晚上帮我打哦，那个是哦，那可以组队哦，还是只有训练场？不是训练场要什么？不是，我只是很好奇，是我的玩法错还是怎样？我总觉得每次打都打得不是很强，很痛。不要让他留下来，不！没了，大家说拜拜吧。感谢何的陪伴，让我们度过最后的拜拜。没了，北半球飞了，阿志跑了，想说留下他来的。好啦，那今天下午就到这边啦，晚点看要玩什么，晚点再说咯。感谢各位晚上下午收看啦，那各位晚安咯，拜拜。要抽吗？寻觅吗？这个吗？不要，我觉得这个钱还是留下来等麻将少女出来好了。刚好要关，来吃广告。等等，还没晚上，哎呦，讲习惯了啦。就要寄一些东西的，对啊。奶奶 ，Hello， 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。是不是打段位赛的才会有钱，然后有钱才能买这些东西啊？那如果没有钱不想打段位，是不是就只剩下氪金这个选项了？活动，选手活动，可是我不喜欢打这个。我真的不喜欢打这个。哎，三修路。哎呦，吓死我了啊！什么？啊！多解活动的路，那就刻下去。我刻啦，这就是刻出来的角色啊，香到爆哎、欸！没有，其实还好。我真的想要的是灰夜姬。灰夜姬，要这只有兔耳的我都想要。王四郎，灰夜姬在上面对不对？有条理。这个就是结婚后的啊。那这个是，哎，等一下哦。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？夏天的等一下啊、哦、我预设图片都会服饰店屋子里买服饰店吗？可是现在不是没有吗？
当家，当家吗？这个该不会要他买这个了吧？现在没开，对啊，是不是我说要等暑假？还是那是也是活动，不是不一定暑假。我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他氪金，不然这个也很正哎、欸。看啊，对，我们去看河，老河，我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他。这里。之后你真的要他的衣服的这个，你的语气就出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不然就这个啊。欸，河真的很可爱好吗？童颜巨乳欸，风涌笑。风涌笑。万其实天将也很正呢、欸，当时的 BOSS 哎、欸，结婚后啊，找到灰夜姬啊，我要射成桌布，我气死了。好啦，那这样啦，感谢各位啦，晚安晚安咯。是是吧，哇，他是不是都是夏天跟冬天的啊？真的耶，哎呦，我记得还是香喷喷的这只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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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虽然也很大，但不是我喜欢的这样。对，也是这只啊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啊，嗯，啊，这个是你们之前说什么送的角色，找不到了，这个是闪闪抽到的，黑伯。你吗？忘了哎、欸，还是另外一款游戏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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